在我的周边，我也惧怕一样被感染，选择孤单和家人走散，最不愿走向阿妈的身边。我不能没有你，亲爱的阿妈，您是我的希望和明天。啊，亲爱的阿妈，啊，伟大的祖国，您就是我的希望和明天。作为中国人，肯定能伸出来一点手，肯定都要伸出来，是不是？这没啥，为社会尽一点力量吧。站在关键时刻，我们音乐人绝对不会退缩。为武汉加油，为中国加油！不惧大潮，不畏生死，大笔一切变作工作，等你们胜利回家。中国加油，中国加油！我的希望和明天。